是红遍整个地球的袁承旭。袁承旭，你们想夸呀，大声点，大声点！哇，好激动哎！先帮我们签名好吗？谢谢。可以签个名字吗？非常用心的话，那现场这些粉丝真的是已经等很久，现在已经快疯了。佳宇，你知道你的粉丝提前一个星期来这里，就是扎营驻站，然后在这里等你。我们从香港来那一天，他在等呢，赶快跟他们 say 个 hi 好不好 ？Hello， 大连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袁承旭。哇，好热情啊！其实，袁承旭一直在前段时间在内地拍戏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计划？接下来会拍电影。拍电影是哇，是好像是鬼片的，是不是？是听说 是不是啦？不是啦，不要乱讲。我听到你是冥婚嘛，是不是？是一个动算是要古装的电影。古装哦，这应该是第一次尝试古装的这种戏剧吧？是，对。哇，那很值得期待耶！我看见你手受伤哎，对对对，为什么受伤？为什么手受伤？你看他们都心疼了。我前阵子不太小心弄伤，弄伤的，你们心不心疼？他弄伤了。再给他们爱的鼓励吧，赶快赶快赶快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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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我们在这边可以说是一起呢，就是可以见证现在最火红而且最具人气的亚洲十大红人的这个诞生。而且呢，今天呢，那我们知道大连是那个一个非常受欢迎，而且是一个聚集观光以及旅游的国际的滨海城市。是。那么今天呢，真的是来到这么美的一个地方办这么盛大一个盛典呢，真的可以说是再配合不太好的不过了，对的。是的，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呢都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再次谢谢。谢谢，而且我们这一次的呢，要感谢所有合作的媒体，也可以透过关注华娱卫视的新浪微博，直接参与微博互动。那我们现在就不如迫不及待的来欢迎第一组的颁奖嘉宾。感到很意外，也感到很骄傲，他们这些人就在这里变成大红大紫的大红人。谢谢。那么。有信心的做自己，把自己的魅力展现出来。接下来颁奖这个大红人呢，我想跟。所以呢，我觉得，今天是红人榜嘛，那我觉得其实不经过他那边呢，就很难当红人。好的，谢谢，再次恭喜何润东、Peter， 再次谢谢洪老师。这个五 A 级的这个观光景点，值得一点，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好好的观赏、去参观一下的。那亚洲年度人气奖获奖的到底是谁呢？请看大屏幕。2011华娱卫视亚洲十大红人、亚洲年度人气大奖，言承旭。言承旭 ，F 四灵魂成员。2001年因《流星花园》而红遍亚洲，成为华人偶像标志人物。作为鼻祖级偶像明星，佳作不断。她不是你妹妹吧？天王风范，绽放最强星光。有请言承旭。你好，记住啊，你是我大连市市长给你颁的奖啊。大连市长颁奖就是我发奖都是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，这意思啊，你是我大连的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，永远记住大连，永远不要忘了大连，大连欢迎你。谢谢。很开心，华娱卫视还有
李氏，然后拿到这个奖，然后很感谢很支持我的很多好朋友，然后这个奖是属于你们的，谢谢。好的，再次谢谢李市长，谢谢。然后呢，再次恭喜言承旭，希望以后呢有更多这个更加作品跟我们见面。是的，华语卫视亚洲十大红人呢，能够当选的当然是呢是在2011年最具实力、最亮眼成绩的红人了。但是呢，在明年呢，希望他们的前途呢也能被非常看好。枪声依旧陶冶情操，我开始孤单思念，一生为你耕耘情愿，能看着刻画你的样子。